一百五哩，三个人计，无啊，两百了，两百块。三个人，三个人，无啊，你还两个尔。啊，来两个。来，一二三个。还叫咩啊？还叫三个。老黑，黑短发。那个，超哥，那个早上那个。来叫。来叫。好，一起。烟气有老吗？我有老，来。啊，小猫姐，两排，一边两排，就有弄来我。来，给500，500多只，500箱，这里，啊，几千来。我老爱老嘞。啊。我老在，我老爱老，我搞袂去啊。我唔敢伤紧画，哎、欸，我只要等你来咧画，我是无看你，我是讲啊，无你是有甲你留后壁来。来，妹妹，我跟你讲，意大利人够有蛮耐用的。好、欸，我一箱耐用的。我一箱啊，即个拢两箱拢封奖。哦。到早有一个挂一箱耐用去啊。我先甲你讲一下，我总共三种口味：奶油、青酱，啊个肉酱。100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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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一排拢有啊、喔、来拼一下，泡炸真正有一个要一箱啊，一包哩啊，两包哩啊，来三包哩啊，我啥物食一百了，来一百块，我讲哦，来一个拢来哦，我讲哦，林刚哦，我落车时我就随开直播，你也知我透早时我还袂开始咧花钱卖偌济物件，我啥物食一百了，一包哩啊，两包哩啊，三包哩，这包免煮啊，你啊用个小微波炉啊，我啥物食一百块，一包，三包一百块，好吃，为什么叫人买三包？因为每个口味都试试看看。林刚，我刚才讲青酱，我拢没青酱，我什么酱拢有啊、喔？都有，都收起来了、喔。来，来收，来下一样，来下一样，下一样，多利，多利，还有，啊，我叫好提起来，来，花枝丸刚好拿一百块的哦、喔。啊！我要一百块的鸡丸。这个我讲，我今日恁较济，我今日了一半恁吃。啊，再拜托一下，林刚麦甲我出价，我一百固定卖五百，我今日恁四个人去吃，好来，我才一百俩。啊，等下我该收钱，刚刚我跟你收钱的。要我恁较济哦，来，谢谢啦。一中一包，上我姐下面加一百块，这金丸啦，一包金丸啦。来吃。我回鸡丸，今晚我先来，我这回转足贵的啦。来，妹妹，我先来讲一下哦、喔。上尾一箱无啊，要等下真真找找。但是我先来讲，真一定爱放啥，一定爱搁一寡番薯粉。因为我先来讲哦，这肉油啦，它的肉很细致，拢无刺，拢无皮，无骨的。这个多利鱼，这个多利鱼，你讲铁板烧啦，歹势高一菜豆菜，高一寡粉真真一袋叫啥？一箱粉套餐800块，这袋准100，三袋要开300，来什么价？200了。来多利鱼什么价？200块，200。这张猪梅哦，来，什么价？200块，200块，你注意听好啊！我这三袋卖你200，你也买无？来，100块给你啊，100块给你啊！我今日我加量，我无加价，一人赚6袋。豆豆仔，你冰的我袂甲你开，以后我若无买，你就买无啊，200了。来200，200块，200块，200，多利鱼拢无饲的哦，200块，200。来200，我什么价？200块，200，等下猪梅啊，等下煎啊，等下炊啊，等下是无饲啦。啊，我先要吃啊，把它算你，我先要吃200块，200。500的。啊，谁要吃多利鱼？200，200，都有了吗？都有了吗？妹妹，我准备4包无啊，赶紧顾吃一下，要等个吃起来，无啊，4个客人，
一百了，来一百块，啊，七加一百，啊，七的话买一百哦，来加，一百我先要加一百块，多利鱼啊，多利还有料吗？一百块都有了哈，都有来收起来来，哦，不要勉强你们来，好，再见。来下一啊，来来，那下雪有啊，哎，那是咩？哎，那全部偌济物件，有卖着我物件，我是卖。哎，菜场那对面，小小看一下，看那要出啥，出出来。全部偌济物件，我后壁该卖我卖着啊，吼，妹妹。不会走。哦，你注意听好哦。你今仔日还袂我送着物件下手，还袂送着哦。啊，你袂我送无？你袂我送无？啊，袂啦吼。注意听好哦。这边十个，这边十个，上偌了啊？上偌了啊？十个哇！来十块钱。十个哇，十个哇！我送只小礼物给你吃，十个哇！来两个。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不对，应该说十元红，八个，盲标啊，九个，十个，他还没说，来四个，再来十个，来五个，十个，我加五个，来十一，十二，我加五个，这边十个尔，这边十个，你十个尔，你十个尔，我加五个，十块来，来六个，十二，七个，三，七个好。无啊！我还吃下去，包几包，一包二十包，吃下去。大哥，二十包。这三场。哎，妹妹，你干咩来五百喽？五百喽？什么意思？怎么这三场？他今天天气凉凉啊！哎，有一个大哥搞叫我炸，哎，无我怎么会炸这哦？来啊，我会晓，我无啦。来，五百喽，一百喽。这也卖笑啦！谁没给人家拿？这是人叫我炸，我就炸。无这个物件，我无想要炸。因为我是来讲的，你注意听哦。你寒天的时阵，莫甲我买我一包二手，有够买过就有买过来哦。恁注意听好哦，听好哦，我起破万只。这包是羊肉，内底肉包只超过二十块，外口一包羊肉烧，挂一挂啥，挂只冬肉一包卖你五百。啊，你今日这羊肉卤的注意听哦，够偌济？够有啊，够有啊，提起。卡八过啊，这拢发五百嘛，一张三十五。啊，这我是甲你讲哦，今破万只嘛要计较少哦。今奖发两包。证券呢？免千免八百，我五百你免懵啊，注意听好啊，一个人两包啊。先开机五百，三百了，来三百，来加了。哇，这重量包。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三百。哇，重量包。我们一起。一包两百物件呢，这重量包呢，这是细包的呢，这下咧包这二十块以上的呢。啊，姐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包了西瓜，包了西瓜，包了西瓜，这本钱咧小散，这本钱咧小散，够平安未？我一包分了百五啊，来我先把钱，来边个钱？我用卖，来这个钱，来卖咩？我唔买你卖两包三百啦，我本钱了百五，我卖两包三百，够平安无？还有你好吗？我叫你，来家，来家个姐，我过去，啊，提钱来，来个包包着，来家，来五百了嘛，起来，来钱来，钱来，来，我这拢我爱讲啦，我过去写这拢三百五百进步啊啦，你了是拢三百五百咧卖啦，来啦，来五百了，我先，个人要有人要食五百的无？有孙女好举手，今仔日咱分一分一个小上，卖好几个小，寒天一块两百。西地就是三百五百，看有咩来无？三百来，五百咯，牛肉的，来牛肉的，看有咩来无？来七百五哩啊，大包的，这是大包的，肉超过二十块，我啥物只来？三百咯。哎，美女啊，前面美女啊，五百咯，我啥物只来？三百咯。阿姐，我唔买你卖这介绍的呀。阿姐，我知影，老杜我拢知影，三百好三百。来，我啥物只？仅此一天啊！仅此今天咯。好啊。来，我啥物只？三百好，你相信我妈的呗？来，我啥物只？我无你炸死啦！我还没试过炸鸡，来三八小姐，来加，小莫姐三八，无啊，我现在落下要试我炸鸡，我咧，那是姐帮姐帮我姐，我老弟我咧点的，我炸阿姨也无来，我下面咧，好来，来下一下月亮花枝虾饼的，我阿妹妹，我带来比较帅的，你下姐哦，那你今日咧月亮花枝虾饼，你加两种物件，虾子跟花枝，食无虾啊，食无回去退钱。我下一台话者，妹妹听好哦，差成一台八十，无无哦，八百，八百啦，八十，两台三啦，来虾米只？三百到三百块，月亮花枝虾饼，这边给他虾饼了。我讲啦，我唔相信即摆菜市有人，过阵啊，你来发五十块，我唔信啦，我真正唔信啦。
较早哦，顶年莫讲今年啊，顶年好啊，足侪人提啥，一块蒜，一块醋篮啊，一块五十块，你看我价加出来话无？你讲去用骗啊，无爱骗啊，摕块醋篮来骗你一块五十块，你注意听好啊，一包外口起来啊，起价无起价无爱起啊，啥啦？啥话我话，无我咧话，因为这边五十块，即摆讲卖五十块，无可能啊，你起价起价唔啥？我讲啊，伊卖五十块了钱啊，伊卖五十块了钱啊，但是我先甲你讲啊，我讲过啊。内底食无花枝，食无遐体钱，你今仔注意听，食两包，食三包啦，啥物只系三百多？月亮花枝虾米，啥物只系三百块？内底讲一包泰式酸辣酱啊，啥物只系三百块？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三百。我讲啦，食三包，食四包，来啥物只系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三百多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三百。来，只要是月亮花枝虾米的三百块，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两个三百。两百我一个走，你拿啦，对不对？包掉，这有新包，上包是一包，再加100块，四十斤啊！我还收较贵啦，我还收贵两包啦。来下一样，来，这个蛤蟆什么价？10块了。来，我们吃。来，先来先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我买三斤肉鱼啊，两人的。